现在是开始录啊，这奇怪了、哦，怎么那么多血啦？而且会化掉哎、欸，会化掉哎、欸。刚刚的事情怎么在我身上会化掉？这样不好。那主要是你裤子的隔热没有很好，还是我的还我的化一点点？我腿是有这么暖的、啊。我没风了。嗯。绕18块的。对，我刚有看。好好好，那就滑去做那个。下来就可以过去了。那应该可能横昌那一区会比较好玩吧？那就雪多啊，那个比较陡一点。对对。我后脑勺很冷。啊？我后脑勺这里很冷。前面那个坡度看起来还可以啊。嗯。会不会大家都要做这个盖子雪？盖子的，然后滑这个。但这个坡度好像没有很缓。这可以算是黑的吧。我头很冷。左边或右边，左边，再往右吧。左边啊。我说陈，他就说
这样，你前面都自己讲，然后就这样把电话丢给我，我就现在就超难。我们上次台杠已经滑过了，我们现在就尽量靠左，靠左手方向。呀，哪边？地图上的右边，一直往右边切。对呀、啊，你就在往左手方向，然后哪边？那什么鬼啊？Thank you.
笑。我觉得有可能欸，因为有个河流，注意。好。然后我刚刚就是它地太不平了，我完全看不见，然后我掉下去一个地方，然后我就很像掉很深，然后就摔倒，然后就这样。突然下降。对，然后这里就撞到，痛欸，回去可能会呕车。你不要离我太近哦，不然你会全身大汗。停了啊！你想靠左吗？要去瞄一眼我们回家的路吗？可以啊，旁边有个缆车又可以拉上。好好，屁股痛。就只能坐这个商贸路。嗯。对啊。我那边就是我家，跟我家在看。还是你想坐我这？其实我不知道我们家在哪里。好啊，那下次看看。那里有一条车路，那条车路哪里有车路？哪里有车路？那里有个雪碧，雪碧就是车路。啊，是啊，嗯。
然后车路往右走，这一栋的背后就是我们的旅馆。是哦。是啊。但是这要用走的，不能用滑的。其实理论上可以用滑的，但是要先，因为你这下面这个坡很陡。你要怎么下去？对啊。真正合法的路是你这条路可以去到停车场，停车场又有这条路过来。然后你真的要在路上滑的话，理论上是可以。不知道，就看你觉得雪有多深这样。好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回去的时候再弄。哦、那我们先再滑一次，然后看那个 Loop Way。他说可以去中央 Loop Way。